股价年内腰斩，跌回4年前，市值蒸发超7000亿。马明哲罕见下场买股。9月22日消息，中国平安盘中跌近0.5%，报47.3元每股，总市值报8700亿元。此外，进入2021年以来，中国平安从高位一路持续低迷，47.3元每股的价格创造了年内新低，年内股价已基本腰斩。中国平安跌跌不休的股价，一以来管理曾出手回购。近日，中国平安公告称，9月3日晚耗资2705.58万元。回购53.21万股 A 股，最高价50.95元每股，最低价50.72元每股。